这个就是左骨这一段啊，他的这一段他都喜欢啊。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喜欢我的手。我要跟你妈说，她真的把她生得很胖。哦，洗掉了。你有看到吗？有看到了，洗掉了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的频道，我是兔兔郎。哦，我们已经在一起四年了。今天我们就来玩一个游戏，又来到七七挑战系列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是默契大考验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们经纪人真的很喜欢整我们，他就是想说啊，你们四年啦，来个默契大考验啊。然后呢，说大家有惩罚，重点其实只是惩罚。然后这个就是口红，大家看到口红就是有不妙的感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默契考验输的话就是要画点。人家狗啊，你想被画是不是？等一下来画狗好了，不要，还是我洗。好，就是这样，输的要画脸哈，然后而且是不能手下留情的那一种，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不让我们经纪人满意，我觉得还会有下一波的责难，而且惩罚只会越来越大。我觉得与其这样，不如我们自己就先乖乖的执行到他满意为止，这样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连线他吧。啊，好紧张，好。我们经纪人已经上线了，那你要准备好要出题了吗？好，来，请问对方的近视几度？跟对方的答案。自己的也要？你有一样度数吗？我也有点害怕，你有没有一样度数？我记得你是说三二一 go。我是425跟500，左眼跟右眼我还写得那么清楚。嗯，700，哎呀，我写对了耶 ！Sorry， 等我们先来一个轻微的，先来一个轻微的。好，哎，很长哎。请问最近一次吵架是为了什么而吵？来喽，三二一 ，Go！ 插嘴。对，他一直抢话，不让我说话，不让兔说话。答对了，答对了，答对了，答对就是 safe 啊！很想画脸是不是啊？不然我帮你画。好，下一题，请问第一次接吻的地方在哪里？等一下哦，那个叫什么？好，三二一 ，Go！ 音乐餐厅，台中饭店吗？啊？我们在那里没有接吻、啊，画质完没听到吗？你还揍我哎、欸！那个算接吻啊？就是有碰到嘴唇，我画一小笔就好，不会保证比这个短。这个很长哎、欸，比这短又如何？比它短好不好？短很多的。好，可以。对方最讨厌吃的东西是什么？这个一样要写自己的跟对方的答案。好，三二一，木耳。你是最讨厌吃木耳？葱，耶，一模一样，赞哦，赞哦！不要给稿写洋葱。我也是想说啊，我葱类都讨厌，我觉得我也不要特别指定是谁，对对对对，有葱字的都不喜欢，有葱就过这样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来下一题。上一次一起去看电影是什么电影？去电影院看电影的。等一下，让我思考一下，哎。那你知道，自从疫情之后，我们都看那个 Netflix， 但那片叫什么啊？那如果我讲不出那个片名，我可以形容吗？可以。好，我来三二一 ，Go！ 等我一下哦，我把这个划掉。你竟然把这个非法母亲那个不算电影，那个不算、啊、那是纪录片，它很短，它叫短片，所以我觉得我赢了。哦，它是一系列，它其实是怪咖。对对 对, 對。好了好了，算你成功了。好，我成功了。要不要我把那个除湿机关掉？谢谢。你最讨厌的绝对是这个。好了，不要画我头发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画我头发，你要补，我要动。哎、欸，你这个一对称，你画三笔，你有本事，你要再赢我一笔，赢我一次。好，你已经给你点三笔了，你有本事。我等一下提示你，下一个就会点另一边对称。第一个交往纪念日在哪里度过？我一定要提示，我怕你记错。我们不是一年，我们就我知道我们不是一年啊。对，好可怕哦，记忆力这么差，然后却一直考过去的事情。好，三二一 ，Go！ 依然。我们一个月就去争先，然后还庆祝我们一个月，然后你还买了口红，说你找了半天，然后要送给我。我不讲了，快点画。
个游戏好好玩哦。因为我只有一面看到你啊，只有一只眼睛看到你。哇，好可爱哦！你看，你看，你要跟我演一出戏吗？哦，很害羞哦，妹妹你很害羞哦，脸都红了。如果可以出国，对方最想去哪个国家？这个要写两个答案。就是你自己的跟对方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很贱哎，好好思考哦。你最好可以看啦，我超想画你的，快点。好啦，我觉得我会被画。三二一 ，Go。韩国。你也想去韩国？对啊。你想去韩国？嗯，好像很可爱。对啊。好，好，再来，再来。对方最喜欢自己的哪一个部位？其实这个要写自己跟对方的答案。好来，三二一 ，Go。鼻子。哦，我答对了、欸。对啊。你那个是什么？就是这一段都很喜欢啊。那这样算对吗，安娜？这个就是这一段啊，他的这一段他都喜欢啊。他还把我手夹进去、欸，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喜欢我的手。我要跟你妈说。没有，因为我变胖了。我要跟你妈说，我妈她不喜欢你伸给她的手。没有，我说她跟你妈伸得很胖。这是你的老话吗？哎、欸，安娜，这过吗？这过吗？给她过吗？可是锁骨跟那个手，她有包含锁骨。放过你们。好吧。请问对方的鞋子尺码？哦，好难哦，好烦哦。我都记一个大概耶，她每双鞋都穿不一样，为什么要这么逼人？你每双鞋都穿的不太一样，但是我就是知道啊。三二一 ，Go！ 你二三半，我二四半。耶、yeah! ，过。对方最爱最爱的一部电影是哪一部？这太难了吧！我也觉得很难。我先写你好了，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。我不知道我最喜欢什么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被划脸，好，三二一。你是喜欢《夜宵外小镇》？我也知道，你跟我讲过，我还在你家看 DVD。我记得。你为什么没有猜《饮食男女》？哎，我不知道，我第一个想到是《夜宵外小镇》哎。Oops。对方第一次送自己的礼物是什么？来，三二一。我送你口红，就是你刚刚说的一个月的那一个，然后另外一个是。你还记得十四是什么情况下送的吗？不记得，我生日真的吗？对，真的吗？对，这是我生日礼物，想哭了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你还有一边的眉毛可以画。哎、欸，意外的适合对不对、欸？你最喜欢对方的哪一种个性？个性不是对方，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帮彼此。也不行，这样。我喜欢你的善良，然后你喜欢我的帅气。嗯，准备好了。你可不可以发自内心的，而不是我们两个平常的风言风语啊？可是你说你最喜欢我很可爱啊？你明明不是最喜欢我乖，你明明就说我最喜欢你奶大。那要先奶大吗？气死我！我每天晚上说，老婆你最爱我什么？我喜欢你奶大，然后你给我写乖。对啊。这哪里可爱啊？三角形的、啊，这是什么？上嘴唇。哦，你是说有人在我的脸上留唇印吗？等一下再画下嘴唇。最后一题，对方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？哦，你知道我喜欢什么节日哦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我喜欢什么节日。我知道你喜欢什么节日。我好想哭啊！好了吗？三二一，我写生日哦，你写对了哎。那我写无，或者是有我的每一天。完了，我写放假，没有，就是其实重点是没有。就对啊，重点是没有特别的、啊。我没有特别喜欢哪个节日。这样也可以答对哦，这很厉害耶。我真的没有喜欢的节日哎，我觉得他根本都不想过节。我真的很不喜欢过任何节日。他连我生日他都不想过。你怎么这样子讲？你就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特别过？我连我自己生日都不会想過。对啊，他说可不可以不要特别过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每次要过节都搞得好累哦。不管任何节日，先不要讲生日，就是什么过年啊，我甚至都没有办法记起来任何节日为什么要有这个节日。例如说端午节跟中秋节，我可能会搞错。对，就是满足了经纪人的私欲之后，我们现在要来善后了。
对，我们要来扇这个喉。嗯，大家一定觉得很痛苦，用口红这么油的东西，告诉大家有个方法可以很轻松的洗掉。走吧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来洗卸了。我会觉得我很可爱，一定要先讲。你超可爱的。好啦，那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，之前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在用 Foreo Luna 3的洗脸机，那主要是因为它的 T-Zoning 声波脉动可以把脸部的毛孔清洁得非常干净，那用它之后呢，粉刺我们也真的减少很多。然后今天其实是一个实验啦，就是其实我们也很相信它一定可以把脸上这些脏污给去除掉，还有这个口红给去除掉。我们用的洗面乳会是那个洗卸合一的，对，是为了帮助它更好使用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洗咯。那因为这个 app 之前就已经设定过，所以它兔兔只要直接连续按两下，它就可以启动我们之前设定的。我要按两下了。好，来吧，赶快用。哦，洗掉了。你有看到吗？有看到了，洗掉了。所以你要对着镜子洗，看一下能不能洗掉，对不对？它那个细胶软毛就是很舒服啊。只是。我连把这个弄得很脏，所以它可能还是要中间还是要冲洗一下。对啊，但我觉得都是因为它的细胶软毛搭配它的 T-Zoning 声波脉动，才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。必须跟大家讲，我们真的觉得 Foreo 的产品真的是高科技产品哎、欸。等一下都洗完脸，你要不要顺便保养啊？擦一点保养品。好啊。嗯，顺便按摩，趁脸干净了，用后背后的那个同心波纹，然后把它当导入仪使用。好。我觉得差不多了。来，各位同学，兔兔已经洗卸完了，我们让它把水冲干净就知道了。哎、欸，你整个又变亮了、欸，那你过来脸给我摸一下。哦，好嫩哦、喔，我不会油啊，很干净啊，不油好不好？你在想什么？但好像是那个洗剂吧，就是洗完会有点滑滑。对啊，很干净啊，不油啊，你现在变成清纯小梅、欸。好，换我洗了。好，然后变成兔宝宝狼了。兔宝宝狼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看鼻子的部分。哦，已经弄掉了。对啊。哎，虽然这样很损我的形象，但我还是想给大家看一下我脸上的那些水渍啊、泡泡渍啊，其实就是有一个波打出来的样子。哦，看出来吗？看得出来啊，对啊，哦、嗯 oh, 对，对不对？我懂你的意思。嗯，我其实觉得有了洗脸机之后，洗脸都变很轻松，就这样动一动，脸就变干净了，比手洗还干净啊！大家相信科技 ，OK？ 我们是活在科技的世界。我真的觉得我的脸现在太好笑了，我一定要给大家看。你有看到这里有一条，有一条粉的线吗？你把那个地方给那个。不是，那不是水，那是我原本的粉底哦， oh, oh. 那我原本的妆，所以你看，你没洗到跟有洗到的差别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差很多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，洗完脸都很亮哦。对啊，走，我们赶快去擦保养品，趁现在赶快去擦保养。好，走，我们现在来日常保养了，我们把脸洗干净就要赶快擦保养品了。来来来，老婆，你要我帮你擦啊？对对啊。哦，好好好，那我先帮你擦脸上，然后帮你用那个 Luna 3后面的。同心波纹按摩导入吸收，就是这个 Luna 3后面的同心波纹，一样，这个也是我可以自己来哦。其实我就会，我自己啊，我会先弄那个保养品，保养品先抹匀之后，然后我就开始加强，我会加强脸颊，因为我脸肉比较多，嗯，然后。我早上如果这样做的时候，就可以消水肿，很明显，超明显的。他只要早上按摩有这样擦，他脸就会小 V 脸。对啊，紧致。因为我是一个水肿很严重的人，特别是早上的时候，然后都会集中在这里。我还会做一个动作，就是弄完导入仪之后会这样子，就是再用手的温度啊，再把它敷一下，敷一下，你就会觉得脸就是彻底吸收。用手的温度我觉得很好，而且手的皮肤跟脸是非常贴合的。但是我觉得一机两用实在太方便了。对啊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很亮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看你们说这东西真的
很推荐大家，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个产品。你们洗过，用它洗过，你们绝对会被惊艳到哦。而且它如果就是你这样弄完再化妆，妆会非常的贴，服帖，因为它那个保湿全部都吸进去了，肌肤是真的达到一个很高的保湿度的时候，妆就会非常贴。这真的是一个用过回不去的东西耶，我也觉得，对不对？我是用这个消水肿的部分真的是超级回不去，我是洗脸，因为我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加强我消水肿。哦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喜欢它，特别喜欢它是它的洗脸的部分。就是它那个 T zone 的部分啊，它的那个脉动是可以把脸上的那个粉刺，鼻子啊，像我鼻子这边，我其实不喜欢挤粉刺，我超不喜欢挤粉刺的人，这一台就会有让你很明显的感受。总之呢就是这样，今天影片到这边喽。喜欢我们玩的游戏的话，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喜欢产品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网址去选购看看。好了，先来说拜拜。